油井工业遗产走读早年油村面貌，在亚洲来讲算第一口井。认识姜种特性，姜农轮作耕种，种完老姜这一块地呢，我们就要休耕6到9年。推展长辈绿色疗愈计划，呼吁濒临灭绝鱼种。我们在做史尼斯小巴的一个复育的工作。新居晚间8点南部开讲，在地旅行，看苗栗县三义乡和大湖乡客家乡亲耕山耕田，敬天尊老的精神。